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，金刚八折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。奉请清自在金刚，奉请毗卢金刚，奉请黄水球金刚，奉请白象水金刚，奉请赤身火金刚，奉请定持斋金刚，奉请智贤金刚，奉请大神金刚，奉请金刚观菩萨，奉请金刚所菩萨，奉请金刚爱菩萨，奉请金刚意菩萨，该空尊者是菩提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各位现世同修。啊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今日在中华民国啊，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福古川啊，张秀巷66号象棋山仙佛寺总本山。啊，咱今日是99年5月30日，啊，也是咱每个月咱的共修日。啊，金刚经的重要性，是伫甲咱开始，咱每个人有一位上伟大的心。叫做金刚心，但是咱的金刚心呢，比玄奘更加定。任何物件，较好的机器，照常佮拍袂破。但是有一个物件拍会开呢，就是烦恼。咱的烦恼心出来的时啊，咱的金刚心呢支离破碎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老菩萨，老菩萨的生活拢没有问题，啊，真勤的，啊，做念佛。但是你讲师父啊，我念佛念袂落了，我咧烦恼伤济，是啊，啊你阿咧烦恼你的钱死了后，恁囝恁孙唔知家己过会条无？是啊，所以你今日念佛念经念袂落，叫钱害死。我嘿啊！我三个囝都拢袂好，大汉囝是足有效，
二汉囝嘛足友好，第三囝嘛真友好，新妇查某囝都足友好诶。那么这位老菩萨呢，我阿弥陀一真友好都好啊。伊讲我，但是我烦恼我只财产，我只囝都足可以诶呢。我打晒未偷食啦吼。伊讲系啊，哦，你若知，哦，故意都憨憨啊啦，我都打晒未偷食啦，挑粪啦，不会偷吃啦。啊，那个，这个孩子三个囝拢安尼，就是很容易被骗，很容易被骗啦。啊，所以讲他烦恼。遐囝三个，伊留下一财产，老菩萨，惊遐财产互囝去甲哄骗去，哦，所以他就烦恼。我你越烦恼会被骗，你越会被骗。哦，阿弥念你的佛。阿求佛祖，求菩萨，求护法神将，求你的祖先，哦，化开万千界柱，那这老菩萨呢，有效哟，绝对有效的。哦，一等于日夜念着两佛阿弥陀佛啦。我讲你要先开发这囡仔的智慧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个性，咱的觉性。咱人物质，每个人都有觉性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找觉性，而自性。阿弥陀佛，清净性，药师琉璃光如来佛，啊，这觉性，释迦牟尼佛。所以讲，你即马等于念佛，我都送一个佛珠给呀。我咧安尼吼，就是念我的佛珠，念开真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和尚。很有钱嘛，真有钱啊！哦，伊佛珠挂真水呢，伊咧挂真水佛珠，伊毋是伫念佛，伫上下咧，伫上下咧吼，迄水晶诶，偌好都偌好，水晶里内底无丝诶，无线诶，珠丝诶，质量哪有丝咧？伊个咧在算水晶，啊、哦，咧算水晶毋是真正伫念佛。所以因为太有钱嘛，为啥有钱啊？有钱呢，大家话，我哩出来的佛珠有偌济？哦，迄无当算。我规拖底拢佛珠，啊！恁两轮流提个念，哎，少年师傅啊，你若知影我轮流提个念，我你提个加持啦，加持烦恼啦，我甲咱皈依的迄号，这条上上，一条八十块，好，我送给你结缘，哦，你念这条绝对会。开悟，所以伊就足欢喜的就伊怎啊？我甲你讲，咱只佛珠佛珠头，你先得呢合掌，哦拜请本师释迦牟尼佛慈悲加持，灌顶，让我的囝某某名某某名某某名。
啊，因会当智慧增长，智慧增长。啊，那我念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功德，来回向祈求诸佛菩萨加持灌顶，然后你就开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你家想迄粒珠，就是你的囝的头壳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，南无本师。念一针呢，真趣味啊！干啊念，这念的是业种重，火神就会瓦来呢。念了四个拍火神，念了就拍火神。啊，一针中间的拍火神呢，因囝头壳拢红些些啊。因为你个观想，这是囝的头壳嘛。你而且做下观定啊，啊火神来了，一定要拍火神。伊来个囝头壳牵落啊，家己啊个好遐囝啊，爸，最近呐好，我头壳红些些呢，啊我欠无师傅话呢，哦，我只讲你是不是会怕好神？用系啊，啊好神啊，我来看啊，一看心就阁乱呢啊，好，我你莫管哩，你念好的是。你精神统一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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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就是你皈依本师，咱内在的师父释迦牟尼佛，觉者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来代表咱每个人的心，释迦牟尼佛。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的觉悟的心哦，那这位老菩萨呢？你说啊，我知啊。那么回去，伊就用着念啊。后来他说一年后，这老菩萨迄条佛珠念断去啊，要摕来搁甲换。我讲这佛珠你念得那么好了。亮晶晶啊！你个等于你个撑伞的话，你无换新呢？旧的佛珠，你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啊，一直念，一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是开智慧的法门。所以各位啊，那你囡仔考试都到了，你要为自己的子女加持智慧的习。领导妈祖婆，你得南无天上圣母，南无天上圣母。领导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你拜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你一心一意，持一个圣号。能够成就、成圣、成佛、成神，家人拢是有大智慧，才会成圣成神。那么总称，那个智慧的心，金刚心、般若波罗蜜多心，那个心。内在大智慧彼岸的心，以本来面目为自己。所以，咱任何神圣领导百姓，你拢会用念。难道拜阿门？你嘛南无阿门，南无阿门，都可以。南无就是皈依嘛，把咱的妄念。咱的妄念，咱的烦恼，咱的冤亲债主，咱的祖先，一起带进去每个灵界，嘛好，咱的祖先嘛好，冤亲债主嘛好，因为本心
这是觉悟的心，抉择的心，各家的心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修道学道，按一般学习的知识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天地之别。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，啊，因为这代志咧，真久以来想要甲各位讲解，啊，因缘无拄好咧，无甲各位提起。所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不是人，伊是佛，是代表咱世间人的心。那么咱就听佛教禅宗大师。就讲这娑婆世界，地球娑婆世界，没有第二尊佛，加一个释迦牟尼佛尔，没有错。名词的代表，就是咱觉悟。人在世间上宝贵的觉悟的心，就以释迦牟尼佛伊来代表咱所有的人拢有觉悟的心。那么阿弥陀佛嘛就是佛，阿弥陀佛，咱的本性，阿弥陀，咱的本性。所以南无阿弥陀佛，咱回归咱的本性。但是你要回归本性，找到本性，必须有一位导师，原来的本来自己的导师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。你爱有释迦牟尼佛，咱有觉悟的心。好，你才会当找到咱每个人内底迄尊阿弥陀佛的佛性、的自性。那么你找到阿弥陀佛的自性以后，那么搞不清楚阿弥陀佛是做什么形的。哦，所以咱找阿弥陀佛说法啊，原来的遐尼清净，那么清净，一点不染，不会染世间尘，就世间的阿弥陀啊，咱的祖性，每个人的本性都是遐尼清净，无垃圾。那像琉璃，遐尼清净，所以叫药师琉璃光如来佛有殊佛。你才发觉，原来我们每个人内底这个金刚心，拢会干五万样代志。那么来咧，咱咧就是本性哇，这庄严，现在什么形的呢？阿弥陀佛。生成什么样呢？阿弥陀佛身金色，咱内底迄粒性，你看到家己的本性阿弥陀佛的本性的时，心是金色的。哦，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内底迄个呢，相真正庄严。无定论，无什么，我都来比下啦。家己的本心，摆好完全是有虚名，你家放出的根，摆好的足微细的根，看足远的去。摆好完全有虚名，甘木澄清四大海。甘木澄清四大海，目睭足有眼神呢。目睭爱困爱困，
足有眼神的。哦，光中化火无水，阿弥陀佛，伊的光啊，化足济足济，咱的智慧，化火化智慧者，有智慧者无作用。化菩萨像也无变，化会做行亏的人啦，实实在在在做行亏的，这尽调和都无所用。四十八万大众生，原来里面那一位呢？无量劫以前法藏比丘，啊，一修为咱修四十八大愿，六波罗蜜。六度万行，忍辱、持戒、布施、智慧精进、甲禅定、禅定，六波罗蜜、六度万行、六度万行，然后四十八大愿，所以迄个阿弥陀佛啦，四十八愿度众生。你要有四十八个愿，你才能跳过各种的烦恼，去度众生。究竟含量定彼岸，啊，上品上升，九品最高境界，啊，究竟含量定彼岸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，咱伫世间。要修噶，咱原来迄个遐庄严的画像，确实无简单。所以咱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，咱来了解家己的本性就遐庄严，然后才知影哇，咱的本性是足清气、足清净的，无垃圾啊，没有污染的，那个就是本来的自己。那三位合而为一，就是如来的啦。一心，一个心，金刚妙心，金刚心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咱贤师同修，今日咱例行的共修，咱讲一切法，好，咱大家了解一切法，咱才能到超越一切法。才袂有一切法甲咱拔掉诶、缩掉诶啊！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